坚持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 Game Club 又来喽。我们最公平公正的开箱网站，它提供各式各样不同的箱子，那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全新玩法跟体验。然后呢 ，Game Club 它是在各大 CS 的赛场上都会出现了一个赞助的厂商，那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。那它提供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储值的方式，有信用卡、银联卡、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等等。各式各样的储值方式，储值的时候呢，也要记得输入我的优惠码，点击我那个资讯栏的连结，那也会获得更多的优惠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开开我们的 Skin Club 的箱子。五月又来了，那就先抽一个五块的，持续开箱中。小五块的也能拿到刀子啊，折叠刀。感觉还行哦，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 ，One Piece 武器箱有没有？它有很多不同主题的箱子。Oh no！ 哎，有哦，小回一点哦，感觉还行哎，五块箱，再来，五块箱感觉不错，大把一点的，来个艾希莫夫吧。好，以后艾希莫夫弹 B250。Oh no！ 看一下有没有新的箱子。它好像每个月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箱子啊，所以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，然后挑一个你比较顺眼的来给它抽下去，抽看看。法马士，继续。大家如果觉得抽到这个很烂，不用担心。等一下呢，我会玩一个更好玩的玩法，可以把你抽到比较便宜的枪做升级，免让你免除这个焦虑感。但当然，升级不是一定会成功的，也是会有失败的时候。看一下，我会小小的做一个小介绍。Oh no! Oh no! 完全不行啊！这香香香香，来！哇，这箱子感觉大亏特亏啊！这是绿绿的东西耶，纯输钱，纯输钱，就是这样子哦。大家玩这游戏的时候呢，切记不要太上头，好不好？输了就输了，下次存到一点闲钱的时候再继续玩，小玩一下就好了。大家记得哦。来，再来一个。AWP 箱，有啊，艾希希啊！看，如果是艾希希的话，感觉很爽哎。有啊，有五块换到25块，哦 no！ 来。过去点，再一个，大家别担心啊，等一下会示范一个怎么让你自己谷底翻身的好方法，红色的吧，哎、欸，这时候呢，今天都抽不到什么好东西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来到这里，然后加入这种 battle 局 ，battle 局就是可以跟人家比大小。那你就可以挑一下，像这个是加入的金额，例如说加入这一场就是要5.79块，
你就可以挑一下。就我们刚刚抽到一些我们不太想要的 skin，但你又觉得卖掉很可惜，有没有一种机会是能让自己谷底翻身的呢？有，我等下会教，大家别急着走，这个就比看谁的钱多。哇，像在我小输一点啊。这是比钱多少？比你物品的价格。哇，完了，要输了。继续，我应该是输了。他这里赢太多了，完全赔不回来，差距差0.2啊！哇，啊，加入这个叫做2B2，出发。会赢哦，我队友0.5，超猛的。我队友超猛，我队友超猛。我靠，他们都是很快的，要赢了。记得这玩意是疯狂模式啊！靠啊！这不是？Oh no！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有最后的绝招，最后的绝招，点它。放到上面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顶这个成功率呢。我试过了，60以上会是一个很好的成功率，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升级的。先让它升级过比较重要，冲！没关系，就是你可以存多一点，然后像我这样子，很多的时候呢，你再来玩。来了，会过会过会过，像这样子就从2块变20块啊，然后你可以再选择继续升级，然后它有时间的限制，好不好？它有时间的限制，这个我们在20秒内选择好你要的趴数，我们要先把价钱提升就好，你到时候也可以直接卖掉的也可以。停！继续，赢要冲。赢要冲，要冲！这个61%稳过的，看到了。坚决一点！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赢就好，不要上头。然后像你们，如果像刚刚你如果在那边收手了，你就可以进来这里，然后点击出售，他就把钱退回到你的钱包里面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再继续玩，或者是你可以领出来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大家记得出车的时候要记得用我的优惠码，你会得到更多的优惠促销代码，好不好？那感谢 Skin Club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